我就在想，谁也靠不住，那就是。直到一天，我在城市寻到你，彷徨空虚，悄然消失我能走到今天，那都是神对我的恩典。是，他能给我这个机会再活一遍。舌头告诉我，飞机起飞1个小时以后呢，你就把假护照、登机卡都撕掉。大概94年，就这个谋杀案发生了。1999年呢，我就到了湾区，进了一个大公司，它的股票呢，那时候才30几块钱。等着我待了1年以后呢，涨了10倍，300多块钱。我什么我都没有，我又没有钱。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天性，然而幸福在哪里？老天爷啊，别折磨我了，让我快点死了吧。去巴西的贫民窟买了一把枪，我买了6发子弹，准备自杀的。当这位主耶稣基督住进了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一个曾经想自杀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。爷爷离开奶奶的时候，奶奶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。30年后，爷爷与奶奶重逢的时候，奶奶给爷爷带来了一大群儿孙，大小加起来一共27口。在飞机上面预备了2-3个钟头的一句话，我从此之后永远不会离开你。做包子去给牧师。虎妈妈1975年移民美国，今年85岁。她曾经4次罹患癌症。She's acting like a teenager. 我上了天堂啊，让他们看我的单子，全是菜单子。
今天我觉得神拯救中华民族的时候已经到了。